看看新闻网。世界最高奖金布匹舞大赛暨舞蹈节启动仪式5月23日在上海浦东嘉里大酒店举行。仪式上，周杰伦御用编舞雪糕老师出席助阵。这次肯定，其实我知道说这次肯定在入门的这个广场有提到，他当初编这个老师，也是跟周杰伦讨论出来说。所以我们就是其实我是临时抱佛脚，因为我没有读过书，然后就看了一些视频，可能也只上看上你在教这一些视频，然后就把一些感觉给 catch 下来，捕捉下来，然后后来杰伦就把这个东西放到音乐的元素，然后导演也是他自己，所以我们的合作一直都还蛮愉快的，就是可以创造出很多令华人骄傲的作品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世界顶级三大男性肚皮舞大师在现场以精湛的表演告诉大家，肚皮舞不只是女人能跳。据悉，2014世界肚皮舞大赛暨舞蹈节8月12日至17日在上海浦东嘉里大酒店举行，届时全球16位最具声望的舞蹈专业大师将齐聚上海，超过60个国家的100多位舞者将在这里争取12000美元最高奖金，角逐2014年肚皮舞舞王和舞后。而主办方中国肚皮舞将投入150万美元，打造比拟奥斯卡颁奖礼的绚丽舞台。看看新闻网，王建慧、施玉成，上海报道。